哇塞，这是一瓶什么呀？这是可乐吗？看着不像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像可乐呀。再放点吧，我不敢喝。我怕是那个啥。那个瓶子看着是满的，但是瓶盖是拧开的，然后也没有气儿，看着也不像可乐，所以说我不敢喝。发现半瓶水，哇塞！他俩喝了，宝儿有水了，有水了。来，把水喝了，喝吧，这比河水干净。虽说没遇到河水，但是捡了半瓶水，太浪费了，这谁扔的？看今天的路况，河水是很难有了，全是平的，桥洞都不好找。又捡半瓶矿泉水，留着给他俩喝。朋友们好，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，咱俩是跟着老二，去新疆的元宝和六一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:30了，今天早上起得早，9点多太阳就把我晒醒了。昨天晚上露营的那个景亭全是玻璃，一点也不遮阳，哇塞，热得很。我们三个单身狗现在已经走了30公里了，今天有望突破40公里，朋友们。今天一条河都没有遇到，不过捡了三个半瓶的矿泉水，给元宝他俩喝了。今天是捡水的一天，朋友们。我买的那桶矿泉水已经喝了一半了，前面还有90公里才到那个日土县呢，中间没有卖吃的，所以说那个水要省着点喝，要不然我们三个谁也出不去。元宝回来，可不敢呐，那是保护动物。把咱俩赶这儿了，回来！你个傻狗，不敢呐！跑快，快点儿！拉梅拉达坂海拔5191米，我们三个单身狗终于爬上来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是下午的6:30，山上还是光秃秃的，啥也没有，经幡倒是有，每个山头上都有，我们下山了，朋友们。
现在是晚上的9:30，我们三个单身狗到家了，找了一个桥洞，还是圆形的。我们看看里面，这个桥洞应该是，哇塞，有点小啊。里面还是挺干净的，没有地雷，朋友们。这应该是常年流水积攒的沙子，流沙，还挺硬。但是我的床一铺，睡袋一铺，完美。今天又是不搭帐篷的一天。